Apple Vision Pro 登陆中国大陆、香港、日本和新加坡。今天 Apple Vision Pro 抵达中国大陆、香港、日本和新加坡的 Apple Store 零售店。Vision Pro 将数位内容与实体世界无缝融合，提供强大的空间体验，改变人们工作、协作、连结、重温记忆、享受娱乐等的方式。Apple 团队成员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首批客户一起庆祝，共同探索这款革命性产品，并参与仅在 Apple Store 零售店提供的引导式简报体验。客户可以访问 Apple Store 线上商店，预订 Apple Vision Pro 的个人一对一演示，并探索空间运算的一系列功能，从突破性的娱乐体验到喜爱的应用程式的无线画布。Apple 沉浸视讯作品今日在咪咕影片 App 推出，并将在腾讯视讯 App 推出，用户无需额外付费即可观看。更多以 Apple 沉浸视讯格式录制的电影和剧集将在今年陆续为中国 Apple Vision Pro 用户推出。